你喜欢的人不是郑楚耀吗？不，我喜欢的人是……为什么我的人生没有这种完美？难道因为我是假的公主，所以每一次的关键时刻都会发生意外吗？哎呀，臭死了！什么员工厕所？睡觉。老大，他们还在里面。走。江宁睡着了吧？他万一翻过来，我要不要把他推开啊？我们这样不好吧？是这样吗？就你绅士，就你温柔，就你想的周到，这家伙有什么好的？天天板着脸，还特意睡在中间，干嘛？这么喜欢做电灯泡？喂，你干嘛？呀，把你脏手拿开！喂喂，把你的脏手拿开！我喜欢的是女人呢。你说，为什么故意靠林星辰这么近？你说，笨蛋！可是我的心却止不住的想靠近你。那你告诉我，我跟林星辰，你更在乎谁？笨蛋，林星辰怎么可以和你比？好污啊，好污啊！你到底在想些什么？你是喜欢江念宇的，你怎么可以把江念宇送给别人？想象也不可以。可是好想看到刚才那一幕啊！太激烈了！你们够了！啊！星辰，快走！走！你要干嘛？队长，小心一点。啊！别受伤。老大，这边。啊，走。
走了，我们安全了。江念宇，江念宇，你怎么了？江念宇，你醒醒啊！江念宇，对不起啊，我忘了你不能拥抱。醒醒啊，江念宇，你没事吧？江念宇，你可以听到我说话吗？江念宇，你怎么了？你别吓我！江念宇，你快醒醒啊！江念宇，你快醒醒啊！江念宇，都是我害了你，你醒一醒好不好？如果你不醒，我就一直在这里陪着你。星辰，星辰，江念宇怎么了？